是我們的家，真的看到香港這樣真的 很傷心。其實我剛才我台上我都是說真的，我家這麼大的家庭，一定是有親戚朋友做警察，一定有親戚朋友是後生仔出來、就是、去爭取他的東西。他行完第一日之後他都估不到，但是我們現在家個個都面阻了，因為其實是每一個家庭每一個社會都有不同的聲音，香港人最自由的，任得你講的，但是不是說要惡啊去搞破壞的嘛。我們這顆東方明珠是你們的以後的，阿仔是你們的以後，你們要在這裡安居樂業的，我們退休的了，我們老的了，你不要打爛它，因為國家是你的，你有份的，你對整個香港對即係四代同堂，對所有對香港的以後都好慘啊！而家都冇人嚟旅遊，又冇生意做，咁點解要整咗一個東方明珠變成一個死城呢？啱唔啱啊？一家人嚟嘅啫嘛，其實警察又係示威者又係，我哋係咪一家人嚟嘅啫？唔好聽人挑撥離間，將自己個家搞好。你中意講嘢咪出嚟講咯，你中意行咪出嚟行咯。嗱，好似我哋今日我哋都出嚟行啊，你有冇見我哋打爛啲嘢啊？冇噶嘛，你嘅聲音係會被聽到嘅，係咪？大家有咩唔同嘅聲音出嚟講咯，好民主啊！香港你唔覺得好民主咩？任得你講，任得你行噶，啱唔啱啊？咁點解要破壞嘢咧？係嘛？